当然耳朵可以聆听音乐，手呢不要一直插在口袋，你也撸插底下那怎样撸干嘛练啊？可以运动起来，运动一下，也给台上满满的热情，满满的温暖掌声。来，时间呢继续也交给我们的老师们。
不一定要的歌曲结合，结合了就跟陶维德阿姨给咱的龙柱回头龙秀瓜也带来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听觉享受。欢迎阿东来。